这个是利益，这个不知道，生意。好久没去了，还没看到你了，看看你。那是泰旭，他穿那个很热，穿那个跳舞确实好。这个我不知道，要放几次这个音乐。有时间这个音乐要放重复了3到4次左右。主要是手部运动。看跳好程序。就是小朋友。你是小学生吧。跟我妈醉来了。好整齐啊，哎，声音小了，又来搞破坏的。但是爱看跳舞也不会什么变坏，对，这个拍是跟谁的？上海金刚舞，它也是女版的舞步，对，怎么说呢？它是古典舞。杨秀儿，这个妹妹，西西。这个女的不知道是谁，短袖的女的比较大一点。走了，可以是吗？也走了。哦，像是拉姆吗？那是拉姆。走吗？拉姆吗？拉姆来了。对啊，只有你一个吗？他在啊，他哪个位置没看到呢？一直抱着他。啊，他衣服颜色不一样。啊？是不是衣服不一样？衣服是现在。哦，就是说，我说只有一个，我以为你们今天晚上不来了。对，我们。昨天晚上没来。真是没有。对。试一下加油，他腰有点粗而已，他说的。杨秀儿在，就是杨秀儿在，他没穿队服啊，没穿队服他在旁边跳。他们要求是穿队服才能在一起，没穿队服就在后面站。对，开学和我都一般的在一起。对，本来跟我们那腿也差不多。他在成都过去几个月吧，他本来就会成都的人吗？对啊，现在天天都大，咦，两个月吧。我这个手机拍，那个带横着的不要拍，他不能进去啊。算了，我就他维持秩序嘛，他都轮拍，每个人都进来的嘛，一大堆。我不是和这个东西吃饭的。对。你呢？你是不是和这个东西吃饭？我抱狗狗。你怎么天天把他抱起来？我说他要每天晚上不是出来遛狗吗？就要陪他嘛。哦，他要老是吧？对。孩子家做作业嘛，做作业嘛。监督那些，晚上我一般九点半都才回去。你这个是不是直播的？这个有直播。你有直播？对，有直播。对，声音调小，警察刚刚走了，有事情我要赔两张，我就走了。
永井没来。永井没来，其他人可以。这一我是我是对他不太感兴趣了。我回那位那个叫做雍正。嗯，雍正的。雍正回的不错。哎，雍正的他回的也不错。还有翁武呢。雍正还有。这里面也是、啊。还有一个小女孩，一个小女孩，还有一个小孩没来。哦，那个小孩没来。是，为了个小女孩。是几岁？啊，阿松曲成吗？是小朋友没啊？就是小朋友啊？是不是小朋友？是小朋友啊？那就是一个小卓玛，八岁到十岁嘛。哦，一个小卓玛，一个小蛋，小卓玛那个卓玛不是他的名字啊？知道，就是小朋友统称的，统称的，对。啊，对。这有个叫阿松曲成的小朋友，叫什么卓？我记得他跟那个。永井跟我说了一下叫什么错、但是我就记不住他小女孩都统称的是小卓玛，我就拍你了，拍你了你不说我啊对不对啊拍你拍哥哥好了前面跟他们拍对看吧哎呦我是个他应该在另外一边，我又找到妈妈另外一个，我姐姐那是，搞不清楚那是姐姐还是妹妹。那两个长一模一样，只有穿过衣服和颜色分别。两个在一起的话，双胞胎嘛。把你看吧都要放3到4次左右看他们对啊送到台啊对啊一个黑色衣服一个红色的哎呀好可爱这个拍掌要拍3到4次左右本来就说嘛对啊所以这边在登记啊这个场所你用的话它是不收费的要登记一下然后这边有3个负责人吧有一个还没去签字的不知道是雍吉还是扎西还是桑普不知道有一个人没去现在在社区的通知上面备案了那些他不会管加一点加水那个水的话现在几件的妈妈去哪里了这几个现在雍正一个不是我看一下小可爱啊
马东河是叫小小什么我忘了，这个是这个小小河，这个大一点的这个小河。像对付的就在旁边，像对付的就在这一片儿。没有了，应该不会再放这一首歌了。这首歌你们听了几次？我听到应该有四次。哦，不是，还有一次，你们有听耳朵起茧吗？那种。这个小女孩我知道是谁，你去问，她有一天在第二排，地位比较少，第二场。扎西拉姆啊，看没有？他绿色衣服，深绿色。这扎西拉姆，扎西拉姆，他有七个月没跳过了，应该没在成都吧？扎拉姆和那个拉楚关系非常好，对，四川出名的。特别是阿爸成为了对啊，本来就双胞胎就那么双胞胎那么一个是泽旺那么一个德格那么，他们还有其他名字，他有个店铺是商卖东西的，没电了，相机没电了，等一下换电池，你等一下，应该可以坚持五分钟左右。等一下我去问一下扎西拉姆，他是不是以后会不会一直在成都了？弯腰运动，跳累了，然后要活动一下筋骨，活动一下腰部运动。对呀、啊，就是扎西拉姆、陈林，这个就是那些和拉楚在一起。你再把大球拍他啊，丽丽、这个，这个你还是不知道是谁。你摆的频率比较低，是不是记忆力？
二十分钟，真的练。开会了，跳二十分钟马上就完了，太紧张，几分钟。九点十一还有二十分钟吧。他们两个也在一起了，待会儿开。Hello，Hello。Hello, hello. 你去，哎呦。还有二十分钟了，九点十一了。这几十这儿跳了一二十分钟相同的了。要放音乐了嘛？放音乐了。这是李彪，他对那个佛教比较有研究的，都发出了，还不想跳了，不想转啊？对啊。哎，炸鸡。还有一个山寨的折折茶母，在青羊宫那边，他们一个团队应该有二三十个人左右。太多了，我拍不过来呀。来的太多了，本来漂亮的这么多啊，你单独给他做个视频，我一天要做几十个。搞忘了。拍点素品吧。
男子都喜欢这个，男女都喜欢这个。一转圈这个，他转一圈